熊姐，哎，要不我们去城里边打工吧？我们整天这里干活也太累了吧？嗯，我不想去城里。哎，老板。嗯，谁在叫？哎，安杰，这个不是那上次是的，就是做发型那个帅哥吗？哎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你是这背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没什么东西。嗯，行吧，来抽支烟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没回去吗？还没有，就是，我一直在安杰这里玩呢。哦，那成功了吗？没有。那我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哎，这还不是你的功劳啊？对了，我问你一下哈，这个，就是你们彝族女孩子嫁人的话。是不是必须有一个人在中间做媒人？啊，是的。啊，哪怕就是自由恋爱，也必须有一个。啊，对，都有一个的。啊，行吧，那就是让你做中间这个媒人行不行啊？不，我不会做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那再问你一下，就是做媒人的话有难处吗？有的。有？有什么难处呀？都很难。哦，行吧行吧，那你慢走啊。安杰，我们什么时候才玩呀？嗯，一会儿。你渴了吗？我有一点。对呀。干嘛？什么呀？黄瓜呀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不错呀，不用洗吧？不用洗，擦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这个就是没有打药吧？没打药。来，一人一半吧，来，一人一半。好嘞。也行吧。嗯。嗯，你吃这个吧，那个是苦的，那个虾边是苦的，我吃这个，来，你吃这个。快点，你是女生吗？对不对？嗯。干杯。男女干活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对不对？不累吧？嗯，不累。你真不去城里边上班呀？嗯，像我什么都不懂的，去到城里不是一问三不知吗？哎，慢慢学嘛。你整天做这个农活，我觉得又晒又累。哎呀，还好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没有那么累呀。行吧，只要你开心就行。嗯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啊、这个就是黄瓜呀。嗯，这还有个小的。嗯嗯，好吃，最甜最甜。安杰，这是不是核桃呀？这核桃。哎呦，这是板栗，扎人的。哎呀，扎的我好痛啊。那你不是说是核桃啊？那个叶子不是很像啊，你看。嗯，安杰，是不是这样翻过来呀？是啊，把那个草给除掉。还要除草呀？嗯。